这次你将要介绍给大家更丰富的韩国料理哦！来喽来喽，孔允来台最正统的韩国味就在这，每一道看起来都麻西酥油。哇，这个肉真的颜色很漂亮耶！下面是生菜，跟肉很搭。 羊肝炖鸡，这样子是浓缩那种精华液的感觉，很好喝。想知道台湾更多的异国料理吗？敬请锁定周游列国，带你每个星期都出国。